就是我们买的这种上海青菜，把这个小青菜呢也是把它洗干净，稍微洗一下，把它浸泡浸泡，把它洗干净就行了。吃的时候还可以再洗一遍，所以这个时候大致的把外面的灰尘和泥巴把它洗干净。是用的西米水，把它煮开。好，这水烧开以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青菜把它放进去烫一烫。把它烫成这样的翠绿色呢就行了，就把它捞出来。把这个水呢把它放的稍微凉一点，现在太烫了，稍微把它温度降一下。